vivo S12 系列72万高跑分，旗舰芯片，性能超强。告别的时刻已到了，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，前方被乌云笼罩了，心中的拉扯困守在地后，月的沉默透露一丝丝苦涩，愿你不再被伤透，别再带着泪入睡，去去想象这世界，答案不一定绝对，伤口因为爱壮烈，让我们痛不进阶，求生的力量来自沉默，战胜可敬的对手，看来他找到突破口了，但不能通关的话，之前的努力都会为零。你已通过第二层 C 阶段，试炼等级提升至 3.0。任何人都不允许动摇我的地位。这是来自极限武馆馆主红的指令。新一轮的挑战开始了，剑法比师姐还高超许多，我跟他的实力差距到底。第二阶段赛程公布了，明天第一场是我跟凯尼斯。剑法比师姐还高超许多，我跟她的实力差距到底。你看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就说昭若打不过坎迪斯，你还不相信？作为失败者，你们俩倒是适合凑一对的。
当然，等你和罗峰比赛的时候，我会给他加油的。除非他进决赛，才有资格做我的对手。你们之间的游戏不想参加。珍妮特事件，这个游戏我很愿意参加。滚开！你要沉下心来。坎蒂斯一路走来未尝败绩，而我却赢得磕磕绊绊，我必须尽快修炼提升，才能弥补我和他之间的差距。罗峰，欲速则不达，这两个月里你身法刀法和身体素质虽有进步，但坎蒂斯的权力至少有初级战神级的水准，对你有力量上的绝对压制。那我用精神念力的话，你的精神念力多用于猎杀怪兽，对人作战缺少经验，一旦被近身就危险了。不过有一个方法可以弥补力量差距。什么方法？将九重雷刀突破至第四重，只是要在一个月内实现，很难。突破至第四重，法力等级会从2.8倍提升至3.5倍，的确是弥补差距的最好办法。时间紧迫，只有边实战边突破站在极限武馆的角度，很希望罗峰获胜，但坎迪斯从各方面确实优势明显。精英学院中都是万里挑一的王牌，这两人可以算是天才对天才，常规的数据预测对天才而言恐怕就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了。哎，罗峰怎么样了？他的九重雷刀第四重依旧没有突破迹象，不过我建议他仔细想想前三重突破时的相似之处，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。相似之处究竟是什么呢？雷刀突破的前提，而面临生死威胁时能激发出更多的潜力。或许明天的战斗正是我最佳的突破机会。
你要对挑战室的系统动手脚。我的黑客团队能短时间入侵你们的安全系统，只要将痛觉数值适当调高，就能干扰现实中罗峰的神经系统，让他无法正常行动，你就能赢下比赛了。姑妈，区区罗峰还不值得大费周章，您就安心在家等好消息吧。我相信你的实力，可我不仅希望你能拿下名额，还需要你趁此机会替阿威报仇。生死历练在选拔赛结束后就开始了，到时候您有的是机会报仇，可这次的选拔赛是我向家族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。坎迪斯，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确保你能拿下名额，顺利保住你第一继承人的位置。如果您真的支持我作为家族第一继承人，就应该相信我能够有足够实力堂堂正正地赢下比赛。姑妈，您非常关心我，希望把一切都为我安排好，就像您为表弟李威所做的一样。但是姑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可能就是导致他遇害的原因？你什么意思？因为是您让他以为自己的实力和他获得的地位一样强。闭嘴！在和阿威有关的事情上，我绝不允许你反抗我。至于吗？罗峰都没你紧张，毕竟是决赛嘛。哎，虽然罗峰一路拼杀过来了，但新老学员的差距毕竟摆在那里。这一战，凯迪斯赢面更大，估计有七成，罗峰最多三成。哎，我看不见得，不见得。他之前还打不过赵若，怎么赢啊？威廉，你真是越来越像他的狗腿子了。你，距比赛开始还有五分钟。坎迪斯这小子明明在权力场上厮杀，这种时候倒想起什么武者尊严来了。哼，没关系，黑客团队正在识别加载了罗峰数据的设备，很快就能完工。战斗开始。是在内心专注没有杂念的情况下领悟的，以他目前的状态有望突破。
这是罗峰在用精神念力控制腿部战甲贴在大楼上寻找攻击角度。坎迪斯站在垂直立面却如履平地，几乎看不到重力的影响。纯熟的完美级身法能最大化利用周边环境，只要在交手间隙对墙体表面稍加用力，就能像附着在墙上一样不易坠落。不仅是借助墙壁，他甚至在借助罗峰的身体来调整自身重心。开始侵入。糟了，成了。不对劲。本来罗峰严防死守，我一时无法拿下，直到刚才他身体出现了不自然的停顿，才被我斩去左臂。难道说手指篡改的生效时间只有30秒？快动手。这尊严这一点上，他倒是和以前一样固执。你不用把左手收起来，别多想，看着你单手挥刀的狼狈样子，用双手会影响我发挥。超级恢复大香肠给罗峰。怎么是你？刚给你的是生命之水，不仅能瞬间疗伤，还是百毒克星。哇，我们也要。想要更多超值福利，到吞噬星空来找我吧。一片灰色，只有水液昭示生命还炙热。弱肉强食都遵循这个规则，看谁比谁有资格让宝宝被最后的视线定格。我用火焰招待天外的来客，趁着陨石还在和大气拉扯，涅槃就在下一刻。用血肉战车，用信念让我的心永远都不陨落，在这硝烟，在这
废墟，就算倒下也不退缩。要看我冲破苍穹，让宇宙听见怒吼，咆哮着，哦，挣扎着，哦，烈火把夜空染红，吞噬掉整片星空，燃烧着，哦，燃烧着。他想通过控制这些碎片限制坎尼斯的行动，没那么简单。这是我为你亲手制作的平安符，希望它能保你平安。身体开始发热了，好像火烧一样。放心，他家人又跑不掉。罗峰攻势连绵，而坎尼斯每次移动都能最大幅度利用碎片的互相碰撞反制对方。结束了。